过。啊，不会是不要钱快乐啊？不就你们在班这边插，就在聊这个。那我先不要，帮我录影好。直接做这个。那这只能看啊，这不能量吗？不能定量分析吗？这是定性的。你看它后面的性质，它后面有涡流什么的。好猛哦！白蜡油，有一次哦，你有没有毒？你有没有毒啊？欸、拜托、哦，拜托，我给你啊！我没有，你在玩什么？不需要。好，棒条四十吧，这是二十的，棒条要四十。这术语，都够用。可以了吗？注意一下。四十这么快啊！哇哦！哦，那白海有吃到过怎样？欸、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桌上都是啊，是吧？要不要收集一点？就是油而已，辣油啦，辣油。这四十吗？对啊。然后六十八，还有六十就比较难观察，因为流太快了。就这样。第一个方法，好，就这样吧，还要看吗？